羅浩峰、張丹青、吳慧卿、鄭希婷、許浩正、徐若瑩、張希培、黃鵬宇、張志權、姚心怡、李喻兒、陳婉兒、張希芝、張希文、林穎、蘇玉龍、張國峰、魏昌盛、梁心怡、林子希、葉佩峰、曾子由、陳諾言、劉佩元、余海欣、朱家文、譚家文、關宇俊、陳明朗、黃海琪、盧妙欣、林婉瑜、陳家樂、周宇、山柏軒、曾東賢、蔣浩然、阿德、阿文布森、趙瑞欣、羅子聰、余錦晴、薛必泰、馮卓兒、李建軍、池宏希、劉俊琪、歐陽兆洲、莊耀流、黃海琪、何希晴、黃遠津、邱善晴、余其濤。現在開始頒發畢業證書，恭請黃遠芬博士為我們頒發。請吳校長回堂。請各位畢業生代表到台前接受畢業證書。請天水圍校高 A 班代表，天水圍校高 B 班代表，梨木樹校高 A 班代表，你一個梗係啦。梨木樹校高 B 班代表，梨木樹校分校高 A 班代表，十四、十六間嘅分校。請接受畢業證書。請天水圍校高 A 班代表接受。佢得一個代表接受曬班仔。請天水圍校高 B 班代表接受。請梨木樹校高 A 班代表接受。請梨木樹校高 B 班代表接受。請梨木樹校校五高 A 班代表接受。呢個揾到請。請拍照留念。邊個啊？邊個？好後啊！唔該，黃博士，唔該，余校長。我知道各位畢業生代表有啲心聲想同大家分享喎。請各班代表，請陳老師陪同。Thank you.
各位畢業同學，為了多謝母校多年來悉心的教導和照顧，他們特別準備了一份紀念品送給母校。現在請畢業生張志權、姚心怡代表致送，請吳校長接受。現在請全體畢業生先行退席準備。剛才各班代表的一番說話都代表著每一位同學的心意，相信他們的爸爸媽媽和學校裡面的每一位成員都能夠深深感受得到。接著下來是頒發獎項，為了鼓勵我們的小朋友在過去一年裡面各方面良好的表現，本校分別設立了學習表現優異獎、好孩子獎、整潔獎以及進步獎，以示鼓勵。其實他們有這麼好的表現，除了是他們自己努力之外，實在不少得爹地媽咪的幫忙和鼓勵。所以今天的獎項，我們會邀請得獎生的爹地媽咪陪同一起上台分享這份喜悅。首先恭請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梁長成博士為我們頒發幼兒班的有關獎項。請梁博士，請吳校長陪同。首先頒發天水圍校幼 A 班學習表現優異獎文嘉琪、姚曉彤、馬裕文，好孩子獎張志涵。